I'm my friend. How are you? 我跟你这是什么？叫面膜，顺序写出来了，我觉得你好像没有顺序。哎呀，你假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我今天我不是想亲自告诉你怎么做出来的。很简单哈，首先呢，我们准备什么？我已经准备好了，那种呢，三种东西，第一白膏酱。还有糯米粉、糙米粉也可以，怎么做了哈？首先呢，我们，我跟你们说个小玩笑。那么我最近呢，我就去到某个地方了，那么有的人发生争执，他们说什么话呢？他们说几说话，好像对骂人了。那么我就听得着讲，我就骂。人心不足就蛇吞象，人心不足蛇吞红龙啊！为什么？有什么打得过红龙？将来有 DNA 可能有红龙出来的啦。OK， 拜拜。我跟你说一样最重要的，那个就是木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买嗰种面膜的产品啊，有可能还有很贵些啦哈。第二呢，它可能过期呀、不适合你的皮肤啊，买了就放一边啊，也不记得用，来不及用啊，过了期，你说浪费一本钱丢了，对不对？也是不便宜的，什么面膜，我就是你们做那种东西的。所以我的朋友都告诉我，哎呦，你不可以拿块链来做实验的。我对你说，因为我做每样实验都是这样告诉人家，告诉我自己，我要负责任，对不对？好像我发豆芽，发的没有错的豆芽，因为我们新加坡别的国家我不可以说，我们新加坡不可以普普通通发那个豆芽给你们吃的，因为我以前发过，没有做那种安全手续，它不付出，所以我做什么东西自己试验先，自己试验先。如果能够生存呢、所以告诉你，好像是臭虫也是这样，我也是，将自己试验很多次很多次成功了，所以将那个方法好好介绍给你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发膏酱呢，其实上有两种，第一种呢，看你的皮肤啦，我感觉，因为我试过了，我try，我用什么发膏酱也可以用，所以变成呢，我就敢try。如果你们觉得敏感了，皮肤敏感了，最好呢，你擦一下个沙发，看有没有感觉痒啊，不舒服啊。你要洗头出来，如果真的觉得不好的，你立刻不用，或者你更怕的，你用只手来做试验先。咁你试了咗之后觉得 OK 啦，咁你咪紧用咯，喺药不会浪费，因为呢啲东西你看多少钱，你看到啦。一包面粉多少钱？你看明咩？炸米粉多少钱？你看到啦。还有将发膏酱，你用不着，你可以粘东西也可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平常我告诉你们怎么说啦。咁啊，然后我要怎么做啦？很简单，我要示范给你看的。你觉得不怕丑陋噶啦？因为我怕你们没有尝试嘛，系嘛？呢个唔难，多年没关系。将你刮出来的水先出来，尽量刮啦哈，大约刮很小的四分之三就好了，四分之三呢，刮出来啊，黑色的粉。刮出来了哈，有了木炭，因为怕的，因为不怕的，因为糖呢很清洁皮肤的。为什么噶？黑糖啊，弄出那黑球出来，你就知道它的好处了啊。那个很紧，那个很紧。没关系啦，你自己喜欢啦，有的时候各有各好，我
觉得他很多粉，很多粉，那么我叫他很多粉，他的粉抖出来太多粉了，那么觉得他很浓缩，很浓缩，因为太多粉了，那么不妨挤多点。他又觉得他浓缩呢，没关系，也可以这个方法。他有这个方法，还有，你有什么方法？加一点点水，一点点就好了，啊，一点点就好了。咁样然后呢，将它搅均匀，搅均匀。我撒的水太多，因为我有点紧张啦，春节弄给你，就没有上好的时间给你们啦。啊，它比较浓缩一点。啊，还有你觉得？什么要加多点点呢？你自己揣下去啦。只要像每样东西多一点点没关系，看你自己的啊个人的喜欢啦，还有啊各种适不适合啦。哇，那个真的很紧，那个真的很紧。OK， 我试过了，啊，离开给你看，因为我做东西也是多完美啊，啊真的可以了。所以到我手上很多东西都可以拿来用的，因为我个人就是。很喜欢 good idea， 哇，这个不可以拿不得出来的，没关系了，嗯，啊，还有个方法，什么方法呢？剪刀了，不用浪费了啊，可以了。顺便就给你看见了，因为刚才呢，放的白胶浆，然后呢，啊，就那种。黑糖，挖多一点点先啦，因为它刚才不够的分量。咁然后呢，黑了啦，对不对？啊，黑了啦，冇给他们多水，应该够噶啦。嗱，将它搞均匀，黑黑，将三种东西放进去，啊，搞黑黑，你看到啊？啊，搞黑黑，怎么样哈，啊？土最靓的里面啦，我来割土给你看，我不用怕，不怕。难看，还有涂怎么涂？第一，涂这个壁纸先，因为壁纸里面呢很多黑球的，对不对？对啦，还有涂哪里？啊，涂那个脸啦，啊，我不浪费时间啦，涂一点点给你看就够啦。我要美美，我不用涂得这么难看。OK， 可以吗？嗯，等一下整块脸涂完，你就拿一个风扇，啊，我那个有把风扇，你看。嗱，这个就是风扇啦，嗱，吹吹吹干嚟，嗱，这个风扇，啊，嗱，这个风扇吹，即系令到它的时间快点干，咁你个链呢就可以拔出啲啊胶一块块咁嘅胶拔出来啦。所以我自己亲自做给你看，就是因为给你们多一点信心，还有啊，告诉你们各种安全要怎么做，所以你要紧紧做 ，OK。拜拜。